青年的力量持续在台东各部落间发酵。巴里汉夏是布农传统的协商机制，台东布农青年协会用传统的方式邀请在地耆老分享传统文化与知识给青年，也借着论坛讨论公共议题，强化青年公共参与的能力，更期盼在未来建构布农族的知识学。本周四东海岸之声要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巴里汉夏的知识能量。